你会叫上你的狗，怎么叫？可以请你先把你家的狗关起来，关起来之类的吗？都叫上你家的狗，你就皮毛。那是什么？应该是虎头蜂吧？他们在干嘛？护着嘞，护养，互相攻击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知道嘞。不用给他们死吗？啊，给他死一死啊！给他死一死，要给他砸死啊！不会，给他喝醉啊！因为我们这边是会，他们会没关系，他们现在正在互相攻击，应该是也活不下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吹斧头风？我不知道耶，他们就互相攻击啊，有可能不同一窝的吧？